天是妹妹的生日，所以我带她去做一件事情，走吧。我们要手做生日蛋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培威。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的生日当天，我生日已经过了，我是2月27生日，双鱼座 O 型。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日当天，就是男友给了我一个惊喜，然后呢，我们去做了蛋糕。其实今天影片就是非常的 vlog，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我生日当天到底在干嘛。我今天用这一盘眼影。它的粉真的是非常的细，尽量把每一天都当作是平常日吧。很期待过生日，很期待什么节日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每一天都是好好的过，才不会有遗憾。是最真的要感谢的话，应该是要感谢我妈，把我生下来，我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就是旅行了31年。就是有些人会很想要期待下班那一刻，或是期待假日的那一刻，但是这样子会让你就是没办法好好的专注在你那个当下。就是你现在工作可能不是你很喜欢的，你就会在那个时间内，你就是会虚度那个光阴。我觉得应该要，就算你不喜欢这个工作，但是你还是可以在那个当下找到你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去度过那个时间。好的，这是我们最爱牛肉河粉哦，幸福。而且一定要加什么？加柠檬。对。你要带我去哪里啦？奇怪，还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录了。今天是妹妹的生日，所以我带她去做一件事情，走吧。我们要手做生日蛋糕。蛋糕，很紧张，因为没做过蛋糕。我们做蛋糕。来挑战这个，他们现在看这个影片，然后要做我刚刚学的蛋糕。天哪，是一个挑战，而且我甚至连这个怎么用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我忘记名字了。你知道我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吗？切草莓。好的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我真的没有做过蛋糕。现在来这边好处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什么材料都有，你只要依照步骤一个一个慢慢来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完成。它这个蛋黄就是蛋黄液打到颜色变淡。然后现在要加那个沙拉油，直接加进去，对，不用犹豫，就加进去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你不要讲的多专业好不好？你刚刚连那个秤都不会秤。不是，装模作样你最会。他没有做过就要学啊。要喝一口。对。在找什么？我现在遇到一个瓶颈，就是搅拌缸、搅拌盆，然后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以前老师教我们要发问之前，自己要先想一下怎么解决。而且我刚刚是不知道那个蛋糕要烤，我想偷吃一个，不可以。他打好蛋白霜，加入刚才做好的蛋黄糊。这是很专业，是不是很壮？好疗愈哦！我真的耶，你怎么像小学生在画绘本呢？再把外围撕开，这样才会一样的圆。哎，好丑，重录啦！那这个还要吃吗？要。哇，好可爱哟！耶，人生第一次做蛋糕结束。这是我的。其实坊间非常多，就是这种可以去体验做蛋糕的店。我一刚开始其实很惊讶，因为就想说做蛋糕这种事情一定要有老师啊。就是每个人桌上会有个平板，然后呢他会放一个影片，然后下面呢就是所有做蛋糕的步骤。然后为什么会有点小崩溃，是因为我连怎么称重都不会。对，但是呢
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难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。为什么？觉得就是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去尝试，然后呢，你就永远抱着一颗学习跟好奇的心，你就会获得很多。像这种自己做蛋糕的店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情侣或者好朋友一起去，绝对会增加感情。但因为这次我们就是一人做一个，我们俩就是非常的厉害，对，我们就一人做一个，然后但过程就也蛮有趣的，然后很有成就感。他所有的东西都帮你穿呵呵，就是所有的备料、烤箱啊、搅拌的，对，什么都有，蚊子大只，都非常的齐全，你就不用去烦恼那些东西，只要照平板上面步骤一个一个去做，就可以做出来了。然后当然现场会有专业的人员在那边，你有问题就可以去问他们。好，这次的生日我就是非常开心，可以去尝试做蛋糕这件事情。嗯，对，跟大家分享咯。然后我手这样是怎样，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去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搞不好你就会因此喜欢上做蛋糕哦。 OK， 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留言，大家再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多么的可爱，我的厉害哦。